看完这个视频，戒不掉手机瘾，养不成好习惯，你来打我。万字长文，耐心看完。先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们的行为都是可以被设计的。养成一个好习惯，戒掉一个坏习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都是可以被设计，甚至被操控。只要你掌握了福格行为模型，它能让你日拱一卒，每天进步一点点，也能让你恍然大悟，原来上瘾很简单。福格行为模型：B 等于 MAP。M AP, 任何行为只会发生于动机、能力、提示三个要素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像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缺一不可。动机是做出行为的欲望，你也有能力去做出某个行为。当提示信号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做。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出现。你刚从地铁出来就点了杯咖啡，这是行为。你昨晚没睡好，需要提神，这是动机。一杯瑞幸十几块钱你买得起，咖啡店就在公司楼底下。 路过自提也很方便，这个是能力。刚好这个时候呢，你又收到了瑞幸给你发的优惠通知，只要九块九，这个是提示，必须来一杯。动机、能力、提示三大因素都出现了，你的购买行为就这么发生了。缺少了当中任何一个因素，你都不会买。不困的话你不会买，没钱你不会买，没收到优惠通知你也不会买。集齐了三个要素，行为才会发生。 现在你应该理解为什么瑞幸都会把店开在写字楼的一楼大厅，为什么百分之九十多的订单都来自 APP 和微信小程序，主要是把提示做到最高频，把字题做到最简单。给你画个图，更直观的理解 B 等于 MAP，纵轴是动机，有高有低；横轴是能力，有的行为难以做到，有的行为很容易做到。中间这条曲线呢，叫做行动线。 只有当你的动机能力两个因素的交汇点在行动线以上，且得到行动提示的时候，你的行为才会发生。看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直观的发现，动机和能力是持续的行为变量，一直都有的，只是程度不同。但是提示这个因素，要么有，要么没有。帮老婆拿快递，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动机，但是如果说老婆不提醒你，你就不会做。再比如，我现在跟你求赞，你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对你有帮助，你有点赞的动机。 你也有能力办到，就是双击一下，动动手指的事儿。提示呢，就是此刻我提醒你，朋友点个赞吧。你点不点？赶紧点！这个图真是太棒了。没有提示，任何行为都不会发生。动机越强，行为就越有可能做到；行为越容易呢，就越有可能养成习惯。每天进公司顺便自提一杯咖啡，很容易，所以你也很容易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当然了，对一件事儿，你的动机和能力也会发生变化。 具体的，我们后面再详聊。这里提个问题：如果你期望一个行为它没有发生，应该怎么排查问题？公布答案：优先检查有没有行为提示，然后检查有没有行为能力，最后才去检查有没有行为动机。不管什么行为问题，先从提示入手都是最容易的，动机反而不是特别重要。到这儿呢，我们就明白了福格行为模型是怎么回事了。只有动机、能力、提示三要素备齐，行为才有可能发生。 但是更厉害的在后头，我们还要用这个模型去养成好习惯，去戒掉坏习惯，甚至设计集体行为。关键的秘诀都藏在动机、能力、提示这三个要素里面。那我们先研究动机。前面说过，动机是完成某个行为的欲望。如果这个动机很持久，那就不是欲望了，是愿望。实现愿望光靠动机是不行的，得行动，得有行为。所以呢，研究动机是为了找到实现愿望的黄金行为。 动机不足，行为就不会发生。比如说，最近很多自媒体都在追热点，发很多关于福岛核废水的视频。做视频对我来说很简单，福岛核电站的卫星图很容易，排污现场的视频很容易，相关的介绍文案有 GPT 也很容易，能力因素没问题。提示那就更不用说了，铺天盖地的热点提示。但是动机方面我不是很足，我是个知识博主，个人不喜欢追热点。如果大家都追热点，势必会造成内容的同质化，很没意思。 所以做视频的动机呢就不足，最后我也没做。但是对这个事儿我还是很谴责的。fuck，动机达到顶峰之后就会迅速的回落，所以建议你在动机最高涨的时候立即行动，别磨蹭，哪怕三分钟热度也要趁热打铁，因为过段时间动机就会下降，很有可能降到了行动线以下，这事儿呢你就永远不会干了。动机达到顶峰，立马就干，不怕万事开头难，做着做着就简单了。 下次虽然说动机稍微下降了，但是你的能力变强了，整体还在行动线以上，行为还是会发生。做产品也一样，激发了用户动机之后，最好是能快速的让用户实现行为闭环，不要等。这个卖保险的很擅长。举个例子啊，先声明这不是广告。比如说你在得到 APP 搜索“行为设计”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发现《福格行为模型》这本书里面有相关的介绍，这个时候呢，你读这本电子书的动机是很强烈的，你直接点进去。 你就可以定位到相应的段落，直接阅读。你没有买会员也没关系，得到会先让你免费阅读百分之十，这个体验就很棒。先保证搜索知识、定位来源、阅读电子书这一系列的行为能够顺畅的发生。其他平台可能就会先弹出提醒，告诉你充会员才能读哦。我觉得这个是得到 APP 一个很好的细节设计，在用户求知欲强烈的时候，先满足他的学习行为，赚钱的事儿后面再说。仅凭动机是无法实现长期改变的。 你想减肥就能减吗？你想戒烟就能戒吗？行为改变，尤其是长期的行为改变，不取决于主观能动性。行为模型的三个因素里面，最不靠谱的就是动机。你有减肥的动机，但是它不能够支撑你长期的运动、控制饮食、早睡早起。你还需要基于自己的能力找到合适的行为，然后叠加提示养成习惯，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的改变。也就是说，从起心动念到愿望实现过程中，需要行为。 可能是很多种行为，比如员工有学习发展的动机，愿望肯定是变强甚至加薪，然后培训部门就想当然的认为员工有学习的动机就会心甘情愿的参加周末的培训，这个纯属想多了。有动机不一定就会行动，周末出去玩的动机肯定比学习的动机强，有动机也不一定就会按照理想的行为去做。相比于周末参加无聊的线下培训，我有很多其他的替代行为可以做。我上下班路上听书，我看视频课程，我也可以在家里看书。 我也可以请比我厉害的人吃饭，向他一对一的请教，这个不比周末培训香吗？所以找到动机和愿望之间我们乐意做的黄金行为很重要。那我们就开始找我们的黄金行为。来，拿张纸，中间写上你的愿望，养成规律健身的习惯。然后问自己，如果我想要养成规律健身的习惯，我应该做哪些事儿才能成功？外面呢就写上各种可能的行为，比如说办张健身卡、买跑鞋、运动服、关注十个健身博主的账号。 每周去健身房三次，购买五十节私教课，每天跟着 Keep 练习腹肌撕裂者，在家里张贴健身海报，手机换成健身壁纸。早下班养只狗，练瑜伽。早上晨跑三公里，晚上夜跑五公里，饭后走路十五分钟。下班共享单车回家，一公里以内的通勤都走路，三公里以内骑车。每天做五十个俯卧撑，每天五十个健腹轮，每天居家三十个引体向上。不坐电梯爬楼梯，周末爬山徒步，晚上游泳半小时，周末打羽毛球两个小时。 晚上跳绳一千个，每天 hit 一组，短短几分钟你就列出了几十个选项，然后就是从这几十项行为当中找到最适合的黄金行为，画个二维矩阵，纵轴是行为对愿望的影响程度，分为高影响行为、低影响行为，横轴呢是自己能否做到。第一步只考虑行为的影响程度，从上往下排列，比如说晨跑三公里是高影响行为，早下班是低影响行为，五十个健步轮是高影响行为，手机换健身壁纸是低影响行为。 纵向排列好之后，就是第二步，考虑可行性和现实性。问自己啊，我能否做到这件事儿？一公里以内走路通勤你是能做到的，但是晚上夜跑五公里你就有点犹豫了。硬着头皮做，还说内心真的想做。福哥说，行为设计里面有一个事实，持久改变的关键在于匹配内心真实想做的事情。如果你说，在一个比较累的时候，你也想做这个事情，你也能做到，那就非常匹配。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黄金行为。 很显然，夜跑五公里不是。几十个行为排完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下面这张图，就是你的焦点地图，聚焦你能够做到的最有影响的行为，就是右上方的那些行为，可以对他们进行设计。有些低影响的，你能够一次性做到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做了。至于其他的行为，都忘了吧。研究动机就是为了用焦点地图找到匹配自己的黄金行为，然后就是能力这个因素。前面说过，动机它不可靠，但是能力可靠。行为越容易。 就越有可能成为习惯。研究能力的目的就是调整能力值，让行为变得很容易做到，就很容易养成习惯。比如说，每天做五十个俯卧撑，这很难，处在行动线以下。但是如果说变成每天做一个俯卧撑，就很容易做到，你就会做。简单改变行为。你做一件事情的能力强弱和你的时间、资金、体力、脑力、日程都有关系。这五个因素组成了你的能力链条，其中最弱的一环决定了你的能力强度。 没时间、没钱、没体力、没脑力，撞日程都会阻碍你行动。哪怕是十分钟的腹肌撕裂者，十分钟确实不长，但是挺费体力的，你可能就坚持不下来。所以要想办法把事情变得简单，做起来毫不费力，你才有可能坚持。让一件事情变得简单有三种方法：第一是提升自己的能力，能力强了自然就简单了。我们经常说男人有钱就变坏，那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在他穷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的，后来有钱了，能力强了，对他来说就更简单了。 动机一直有，能力也允许，再多几次提示变坏太容易了，这个点到为止，不能多说。第二种方法呢是利用工具和资源。之前做科研，每天翻译一篇文献很难的，现在借助 GPT 这个工具就简单多了。第三个呢就是让行为变得微小，这也是道家的思想：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化小是智慧，让行为变得微小又有两个妙招：入门步骤和缩小规模。 入门步骤说的是，如果你想出门跑步，那就先做第一步，穿上跑鞋，这个事儿一点都不难。后面的动作呢，自然而然就做下去了。入门步骤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让你零阻力起步。万事开头难，那我们就要让开头变得简单，缩小规模。说的是，你想晨跑三公里，那就先定一个小目标，一百米；你想读书三十分钟，那就先读一分钟；你想做一百个俯卧撑，那就先做一个，缩小到极小的规模。这个极小很重要。 小到你不可能失败，小到你百分之百能做到，足够简单，你就能够实现改变。福格说，只有三种情况下会给人带来持久改变：经历顿悟、改变环境、从细微处下手。顿悟几乎不可能的，改变环境也很难，从细微处下手很容易。只要你让行为变得很容易做到，即使动机很弱，也能轻易的在行动线上面发生。想养成大习惯，就先从微小的习惯入手。微习惯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每天做一百个俯卧撑，谁有那个时间啊？但是每天做一个俯卧撑，瞬间就做掉了。微习惯也不用担心失败啊，一个俯卧撑你肯定能做到。而且微习惯不需要依赖任何动机和意志力，做一个俯卧撑要什么意志力？这方面抖音、腾讯都很擅长。看一个短视频，我们不费什么时间，十几秒就看完了，很容易做到。看下一个视频也很简单，不费力，上滑一下就行了，也很容易连续。慢慢的我们就不能自拔了。以前我们打游戏，撸啊撸魔兽。 都是要用电脑才能玩的，各种技能操作复杂的很，而且一局时间很长，动不动就是膀胱局，一个多小时，很费时间。但是王者荣耀不一样，手机大家都有，英雄也就很简单的三个技能，一局时间也很快，上个厕所、抽个烟、等个菜的功夫，战斗结束了。这些都是为了让打游戏这个事儿变得更加简单，简单了之后玩的人自然就多了，最关键的是女玩家变多了。 女玩家做了之后，男玩家的动机就更足了，在妹子面前炫技，从 first blood 到 p Q a n d kill ace，帅炸，动机拉满，行为简单，而且还有姑娘叫你上线，怎么可能不成名呢？抖音、腾讯真牛逼。研究能力这个因素，就是为了让行为简单到能够随时的、轻易的做到。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持久，大道至简呢。只要足够简单，行为就能发生，改变才会发生。真想养成好习惯。 别一开始就动用意志力跟自己较劲，先从微习惯开始，把每天睡前读书半小时改成睡前读书一分钟。第三个因素是提示，动机能力一直都在，但是提示不一样，它要么有，要么没有。没有提示，行为肯定就不会发生。你有跑步的动机，你也有能力，但是周末你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没有收到提示，你是不会起身出去跑步的。如果你在阳台上看到外面有人跑步，你看到了自己的跑鞋，看到了提示，你才有可能换上跑鞋出门去。 提示的作用就是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去行动。行为设计的关键就是设计好提示，让行为立刻发生。一种提示是情景提示，你身边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提示：A P P 通知、邮箱提醒、闹钟、便利贴、桌上的茶杯、茶几上的零食、冰箱里的冰激凌、墙上的标语，这些都是情景给你的提示。我就喜欢把我的健腹轮放在进门最显眼的地方，进进出出都能看到，时刻提醒我要用它锻炼腹肌。 这种提示呢，它不是最好的。更好的提示是行动提示，就是把已有的固化的肯定会发生的行动当成你下一个行动的提示。行动一是行动二的提示，就是在什么之后我会做什么动作。比如说，早上出门关好门之后，我会打开得到 APP 听书；然后地铁出站之后，我会点一杯咖啡；到了公司打开电脑登录聊天软件之后，我会把手机放在笔记本下面；吃完午饭坐回工位之后，我会戴上眼罩。 上完厕所回来，我会喝一大杯水。下班关闭电脑之后，我会在便利贴上写下明天必须完成的三件事儿。晚上坐地铁回家，坐上地铁之后，我会发消息感谢今天工作中帮助我的人。回到家换好鞋之后，我会做几个健腹轮。那这一切都很顺，很自然的就做到了。那些已经存在的且肯定会发生的动作，是最佳的行为提示。福格把它称为行为锚点，在锚点之后开始你的新习惯。 这个是培养习惯的诀窍，甭管是多么散漫随性的人，都有固定的锚点可以利用。在为新习惯找锚点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匹配合适。有两个思考角度：第一个是匹配物理位置，新习惯和锚点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比如说关闭电脑之后写下明天要做的三件事儿，这个都在办公室里；车子点火之后打开听书 APP，都在车里。第二个呢是匹配频率，一天多次，还是一天一次，还是几天一次，要相互匹配。 比如说，上完厕所喝一大杯水，这个是一天多次；下班回家换鞋之后做健腹轮，这个是一天一次。这里注意的是，锚点锚住的是最后一个动作。如果是下班之后写下明天要做的三件事儿，太笼统了，要锁定到下班的最后一个动作——关闭电脑。回家之后做健腹轮，精确到换鞋之后做健腹轮，一定要是上一个动作结束，下一个动作开始，才是好的锚点提示。好，现在你想养成规律健身的好习惯。 可以开始设计你的行为了。基于动机因素，你已经找到了黄金行为，每天做健腹轮五十个，做俯卧撑五十个。基于能力因素呢，你用微习惯启动啊，每天就做一个健腹轮，然后顺手做一个俯卧撑，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然后你利用情景提示，把健腹轮放在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行为提示就是到家换鞋之后，这个是锚点，然后整套行为就设计好了。每天到家换好鞋之后，看到健腹轮就立刻趴下做一个，外加一个俯卧撑。 每天健身的习惯就这么轻松的启动了，你已经开始从细微处慢慢改变自己了，肯定能完成，也很容易坚持。命运的齿轮开始慢慢转动。你可能会疑惑啊，每天做一个健腹轮会有效果吗？别着急，剩下的交给时间。习惯它会慢慢长大，习惯也会慢慢繁殖。如果不是微习惯启动，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每天做健幅轮五十个，俯卧撑五十个，妥妥会失败。 因为第一天有多猛，后面就多废，肌肉会酸痛个三到四天，刚开始就结束了。刚办卡的健身房新手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是微习惯启动就不一样了，你的肌肉不可能会酸痛，绝不会影响第二天继续保持。然后习惯就会像植物一样，开始按照自己的速度长大繁殖。微习惯长大好理解，每次都做一个，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两个、五个、十个、二十个了。但长大呢，也是有边界的，不可能无限的长大。 茶树不可能长成杨树那么高，健腹轮这个习惯的边界可能就是五十个，超过五十个你就要动用意志力逼自己一把，那就会削弱习惯的动机，就没意思了。一定要慢慢的长大，跟早起一样的啊，平时八点钟起床，突然间要你六点钟起床，硬着头皮呢也能坚持个三天，但是大概率呢会失败，不妨每天把起床的时间往前拨五分钟，不到一个月你也能够自然养成六点钟起床的习惯。微习惯除了长大还能繁殖。 就是一个习惯可以繁殖成多个习惯。刷完牙之后换上运动服和跑鞋，这是微习惯，然后接着繁殖。穿好鞋之后戴上蓝牙耳机，打开得到 APP 听书，下楼跑一百米，实际你可能跑了两公里。结束之后买早饭上楼，进门之后换好鞋又做了一个借步轮，实际可能做了十个。从刷完牙之后换上运动服和跑鞋这个微习惯开始，繁殖出了五个新的习惯。这个就是习惯的繁殖，神奇吧？微习惯启动。 每次都能成功，成功就会带来喜悦，你也更乐意坚持。回想起几年前，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跑步，咬牙切齿，非常自律地坚持了六十六天，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动机我是有的，能力也是够的，提示我也做了。我把每天跑步要穿的速干衣放在飘窗上，起床睁一眼我就能看到，然后立马换上。当时我的认知是养成习惯二十一天是不够的，要六十六天。好，那我就坚持六十六天，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深入研究复格行为模型之后，我明白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没有从微习惯启动，每天三到五公里真的挺费劲的，肯定要调用意志力逼着自己完成。而且遇到下雨天我就直接放弃了。如果是微习惯，肯定不会放弃，打着伞出去走一百米就算成功完成了。而且当时早起的习惯叠加跑步的习惯，这两个习惯都要一步到位，四点半三公里，纯粹是靠意志力把这两个行为撑在行动线之上。 没有从微习惯开始就很难坚持。如果我从每天早上早起五分钟、跑步一百米慢慢启动，随后慢慢增加，我相信啊，六十六天之后我肯定能够继续保持，真的养成这个习惯。没有微习惯起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坏习惯在拖后腿，就是睡前刷手机刷到半夜。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样啊，这个坏习惯直接导致了我第二天起床失败。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怎么利用福格行为模型戒掉刷手机的坏习惯。好习惯和坏习惯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动机、能力、提示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怎么办呢？策略就是针对坏习惯的行为，想办法消除提示，让它变得难以做到，削弱想做的动机。第一步就是消除提示。手机本身就是提示，手机的铃声和亮屏也是提示，手机里的 APP 图标是提示。 手机里的应用提醒也是提示，先消除它们。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在电脑的背面，放在笔记本里面夹着，放在包包或者口袋里，放在抽屉里，都是方法。就是不要放在触手可及、看得见的地方，因为拿起手机这个行为绝对是行动线以上。只要你看见，就会忍不住拿起它。但是没有提示，行为就不会发生。让自己看不见它是一个好方法。然后就是手机铃声都调成震动精英，甚至静音。 你电脑已经登录聊天软件了，熟人会给你发微信的，给你打电话的不是推销就是诈骗。我一般不接陌生电话，手机亮屏也是，我们把手机翻过来，摄像头朝上，都能够大幅度消除提示的打扰。还有手机里的 App 图标，你可以永久消除它们，就是卸载。我知道没啥用，抖音都卸载了多少次了，不还是装回来了吗？还有个法子就是把抖音和其他浪费时间的 App 都塞进一个格子里，挪到屏幕的最后一页。 这样的保证，你每次开屏解锁之后看不到它们，就不会有提示。然后是手机里的应用提醒，我看到红点数字，我是能够忍住不点它的。如果你忍不住，那就全关掉。打开设置通知，我除了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监控这几个 APP 是允许标记的，也仅限于标记，其他任何提醒都不允许。除此之外的 APP 一律不允许通知。你要用它的时候自然会用它，不用它的时候绝不允许胡乱提示。 微信本身也是个大威胁，因为微信是打开次数最多的 App，你要管理它。第一步就是清理发现页设置，通用发现页管理，除了扫一扫、搜一搜，其他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全部关掉。这个不影响你发朋友圈啊，你还是可以发的，也能看到别人对你的评论。但是现在的朋友圈呢，全都是广告，没啥好看的，关掉。另外呢，没有视频号的入口，你也就不会打开它。其实刷视频号的行为是很恐怖的，你刷视频刷着刷着，因为什么事儿？ 你就直接退出了。过一会儿呢，你又拿起手机，肯定是先打开微信。你会发现啊，屏幕画面还是你刚刚刷的短视频，然后就继续很顺畅的就刷下去了。这个可比抖音厉害多了，因为拿起手机打开微信，这个已经是最自然的动作了。在这个之后再加一个刷短视频的行为，发现没有？打开微信是行为锚点提示，上滑刷短视频是新的行为。这个就是微信用 MAP 模型设计我们的行为，设计的明明白白。 毫无还手之力。还有就是微信的群消息提醒，全都设置为消息免打扰。工作的同事也尽量都设置为消息免打扰。我以前有个同事啊，我看到他和总经理的私聊对话框都设置了消息免打扰。甭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都不值得我秒回。半个小时之后再回复，不会怎么样的。这个也是番茄工作法的核心。半个小时不回信息，相信我，天塌不下来，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反倒是领导给你发个消息，你都秒回，只能说明一。 你没有专注的在工作。二，你的回答没过脑子。真的十万火急，他会给你打电话，会找到你的工位上来的。以上是消除提示，效果非常好。如果还不够，还有更狠的，调整能力值，让坏习惯更难做到。点击设置，屏幕使用时间，App 限额，所有 App 与类,类别每天限制一个小时，每天就允许用一个小时。始终允许里面呢，我将短信、得到、地图、计算器、相机、录音、Call Any、ChatGPT、Flowmo。 这几个必须使用，但是绝对不会沉迷的 app，设置为始终允许，其他的 app 都不行。玩手机超过一个小时，这些 app 就打不开了。你点击 app，系统会告诉你时间限额了。如果你点击忽略限额，可以选择再使用一分钟，查看一下消息，立马就退出来。你也可以选择再用十五分钟，这样呢就会增加你使用那些浪费时间的 app 的难度，也时刻提醒你别浪费时间。最后，你还可以削弱玩手机的动机。研究表明。 把手机屏幕设置为灰度模式，没有彩色的信息，大脑就不会产生刺激，变得兴奋。同样是一段小姐姐跳舞，黑白的和彩色的冲击力确实大不一样。这个 iPhone 也帮你考虑到了，点击设置辅助功能显示与文字大小，色彩滤镜开启，选择灰度，手机的色彩消失了，生活的色彩回来了。有一说一，iPhone 还是有良心的。你也可以给自己定制手机壳，提示自己要接短视频，或者说设计一个手机壁纸。 戒短视频，这也是削弱自己玩手机的动机。好，以上呢就是从提示、能力、动机三个维度去设计你的行为，戒掉坏习惯。优先考虑的是消除提示，其次是调整能力值，增加行为难度，最后再考虑动机。在调整能力值的时候，你也可以参考前面我们讲过的能力链条去设计。比如说不在冰箱里面囤冰淇淋，想吃你就得出门走两百米去便利店买，增加了时间和体力消耗。比如说你想要戒掉孩子玩游戏的坏习惯，让他掏钱。 从零花钱里面扣，玩一个小时十块钱，增加他的资金消耗。再比如，你想戒掉睡懒觉的习惯，养条狗啊，每天早上出门遛狗的日程是躲不掉的，必须起来。那一般情况下，消除提示，增加了难度，就能够戒掉坏习惯了。你想戒掉手机瘾吗？快去试试吧。说完了个人习惯，我们再来看看利用福格行为模型养成群体习惯。比如你是团队的领导，希望团队开会的时候更加高效。 尤其是大家发言的时候，能够结构化的组织语言，说重点，而不是东拉西扯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怎么样培养大家结构化发言的习惯呢？B 等于 M A P，动机、能力和提示。动机大家都有，都想高效的开完会，不浪费时间。能力呢，需要简单的辅导一下，教会大家一个结构化表达的小方法：P R E P 表达模型。Point、Reason、Example、Point。上来先说结论，然后说一下理由，适当的举个例子，最后重申一下结论。 比如说，领导问，针对刚刚结束的这个项目，你有什么建议啊？下属回答说，我觉得下次应该重点把控广告公司的出品进度和质量。这是先说结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没有及时沟通需求的变动，导致返工；第二个，我们没有认真审核他们的平面文案，导致投诉；第三个，我们没有管理好项目的节点，比如说 A 产品的详情页就没有按时出来。这个是适当举例。所以我觉得应该重点加强把控广告公司的进度和质量。重申一下结论，清晰明了。 PREP 模型很简单，也很好掌握。然后就是提示，在会议室墙上面张贴 PREP 的解释和用法。然后每次团队成员发言的时候呢，领导都提示 PREP。不管是开会、面谈、汇报工作、写报告，都提示用这个方法。那几次之后，大家都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群体行为一样可以用福格行为模型去设计。所以有些不专业的管理者只顾着提要求，一味地强调主观能动性，不管下属的能力，也不知道积极的给提示。 甚至有时候呢，还故意让下属去误，纯属有病，肯定管不好。最后，我们再基于福格行为模型去解释一下我们熟悉的社会群体行为，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很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清晰。第一个现象就是游泳健身发传单为什么没用？健身房经常会雇佣小蜜蜂出去发传单，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然后呢就指望着说路人能够停下来唠唠嗑,嗑，顺便办张三千块的健身卡，想多了啊。 用福格行为模型解释一下，小蜜蜂发传单，这不是一个好的提示，不是提示我要去健身要去管理身材，而是提示我要花钱，要花很多钱。所有的传单都是这个提示。然后从能力上来说，花三千块办健身卡，不是花三十块买奶茶，很难的。就算路人有减肥塑形的动机，未必非得去健身房啊，骑车、瑜伽、跑步、游泳、居家健身都是可以的。所以，期望通过小蜜蜂发传单实现签约的可能性极低。 所以有些聪明的健身房就搞出了免费健身，先交三千块钱，一年下来如果次数达到了一百次，就全额退款。这个是提升消费者的动机，不仅减肥还能占便宜。还有的健身房就推出了按月付费，比如乐客。还有按次付费的，比如超级猩星,星，这些都是降低难度，让行为更容易发生。在提示层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有，让健身房的帅哥美女教练们齐刷刷的穿上显身材、印有 logo 的紧身衣，去周边写字楼的餐馆吃饭。 不推销啊，就是单纯的吃饭，在潜在客户面前晃悠，提示他们加入我们一起性感。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了？上个月给我拍婚纱照的工作室就给我发消息，让我介绍客户，说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为什么呢？我们还是基于福格行为模型分析一下动机、能力和提示。先说结婚的提示，年轻人毕业之后呢，都去不同的城市工作，同龄人的婚礼参加的也少，都是发个红包意思一下。 长辈在耳边唠叨催婚的频率也少了，因为不生活在一起嘛。不结婚的提示反而多了，天价彩礼、婆媳矛盾、离婚、家暴、出轨、产后抑郁、痛苦、鸡娃等等等等，负面的提示很多很多，抖音上全是，很少能够接收到正向的提示。但凡网上有个秀恩爱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科幻片吧，不存在的。什么样的姿势才能做这样的梦啊？然后是能力，房子太贵了，彩礼太贵了，生孩子太贵了，养孩子太贵了，普通老百姓真没钱。 工作加班太多了，交际圈太窄，也没有机会认识异性，真的是无能为力。动机也在急速下降，传宗接代的动机弱了，洗衣做饭当家庭主妇的动机更弱了，为孩子辛苦一辈子的动机也弱了，结婚就等于房奴，他的动机更弱了。加上短视频的浮夸宣传，意识形态的扭曲污染，大家都不想和普通收入、普通颜值的普通人结婚，那不就完犊子了吗？隔壁日本年轻人把爱献给了偶像和二次元的美少女。 把欲望献给了风俗产业，爽歪歪啊！我们其实也差不多，有解法吧？福格行为模型说，让行为变得简单，简单才能持久。所以，我们政策上先允许非婚生育，先降低生娃的难度，是个法子，但是效果不大，反倒是有钱人的私生子变多了。真正显著有效的还是炸掉房子、彩礼、教育、医疗这几座大山。能力链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资金，结婚很费钱的，降低婚育成本才是关键。 然后是时间，恋爱是很费时间的。把时间还给年轻人，八小时之后放他们去谈恋爱吧。本来就缺少结婚的动机，现在更是丧失了结婚的能力，工作都找不到，你还让他找老婆？不可能的。好了，福格行为模型就讲到这了。B 等于 MAP，任何行为只发生于动机、能力、提示三个要素同时出现的时候，缺一不可。这个模型是斯坦福行为设计实验室主任福格教授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 这也是行为设计领域最重要的模型，你可以用这个模型去设计自己的行为，养成好习惯，从微习惯开始，简单才能持续，慢慢来比较快。你也可以用这个模型去戒掉坏习惯，消除提示，增加难度，削弱动机，你可以的。我解读了很多个模型，模型库里还有两百多个等待解读，但是如果说只推荐一个，我首推福格行为模型，因为它是能够真真切切指导设计改变你的行为的，能够让你变好的模型。习惯就是一切。 主导着我们一切行为和思维方式，一键三连也是个好习惯，欢迎点赞、收藏、关注、转发，谢谢，再见。